T3 巨大雕像，像蛮弱。好，反正没经验的时候，你快来玩。先点进。好，没什么特别的吧？100%额外冰冷伤害。好远啊，没关系啊，死了算了。哦，完了，哇，看，中毒，无法受到诅咒，无法受到诅咒就很难打了。但真的要开起来，无法受到诅咒，无法受到元素异常状态。啊、哦，打打看，我可能要带瓶蓝水。蓝水，蓝水嘞，这瓶，我还没有解燃烧，没有，我希望不会有燃烧的怪。OK， 找死图 ，T13， 哇，过了先祖花园，哎，贵族花园啊，怎么先祖花园呢？然后无法诅咒。嗨，快升级了，就是啊，乱玩嘛，不然要升级的时候乱玩就是不对了。我得呀，不行。死了！哇、哦，不能乱玩，不开心。啊，马上骑不回来。嗯，只好用这个放置多时的装备拿出来玩。绿施法回响。真大棒！好吧，因为没有办法诅咒啊，我没办法吸血，串个生命偷取，然后这个洞不想洗，所以串毒化，没有什么理由，就是不想洗颜色而已。啊，金主破坏上不去了，剩2700，哎呀，这能打吗？打看，开这个跟，哎。哦，哎呦，还有3800，这我把增大范围换掉，还有4900，哦，可没有增大范围超小圈的，好好看，好好看，找死图 Part Two， 哎，我有开光环，有冲啊！我已经把我的跑速水换成蓝水了。光，不然我伤害怎么那么高啊？抗性没满吗？有啊，满的。咦？最奇葩的 CI 的 BV 出现了。这三角 VV， 那我怎么打我那么痛啊？不科学啊！咦啊！好，还有我的图腾，这样把这先换一下。先传送这样没关系，这样没关系。好，哦，我又有图腾了。这无法诅咒啊！这督军开不起。这个血量上上下下，会不会太恐怖了？太可怕了！这血量，看你那么高啊！
风也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92%额外冰冷伤害，还中毒。所以冰抗有满吧？有。2%额外冰冷伤害，等于他们的伤害两倍。哇，死了。竟然没死啊，没死欸，哎呦，没死，我可以去自杀，被火狗喷死啊，我浪费一张T13 的图啊，不行啊，还是吸不回来啊，还有四个门。真的太奇怪，迟醉我就打不了。我想想还可以弄什么东西。这还有救吗？毒化可以改什么？现在不是缺攻击了。毒化可以换什么东西啊？快速攻击没有用，双咬、狂怒球，要不要穿个双咬来玩？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用。外技能死，屠杀、魔力道具、死亡石释放。物理投射物、散弹陷阱，好像没什么好玩的欸，奇怪。致盲有没有用？10%致盲，几率逃跑。哦，零点射击要投射物啊，连锁啊，来个致盲看看好了，看还有没有救。致盲怪会变白痴吗？很少用致盲这种东西耶。哇，能量护盾维护还减少60%，好吧，这瓦的图是在拉过来打。咦？波莫增大范围啊，没有，增大一下好了。喂，要偷袭我，伤害不够。小怪当 boss 在打，还是不要施法回旋。哇，没有回旋差很多欸。好吧，还是只能用小圈的。那个火狗太猛了。好难打哦。不该挑战高难度。当 boss 应该打不掉了，除非 boss 很笨。掉啊！跑掉了。
哇，这个魔力也不足，哇，很猛水。致盲没作用哦，击中18几率致盲敌人，所以要击中。哇 GG， 法术不行啊，再试一下。哇，真的没用，妈致盲没有用。有欸，他身上有亮光啊，对致盲有用。对吧，连个皇冠都打不赢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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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主要是没有办法那个解斗啊，不然应该没有那么惨的。不要冲太快好了。五个门，没有魔了怎么玩啊？可恶，我的督军啊，没有督军，掉土了，掉土了。等等，我先缓一下。啊，你被火狗喷死啊！这应该没问题吧？那个火狗就是分派不对，是不要开箱好了，这个撑不够这个箱子，冲冲。
我又没有魔。哇，没有毒菌好难玩啊！需要更多的毒菌。难怪怎么都这么硬，差点死掉。哦，被冰起来了。无法诅咒，92%额外冰冷伤害。翅膀还是有点用的啊，精髓，我打完网再说。这样子不亮光嘛，所以翅膀有用。靠近，那应该是被火狗分死的。哦，再开一个门。哦，这关怎么这么长？到王了吗？地运没到，还没到，感觉像是到王。先躲一下，过来过来过来！哇，超多！跑跑跑跑！哎，找个地方开个门。哇，只想开个门啊！怎么突然这么多地怪？啊，再来！73有这么难打吗？哇哇哇！被冰住了，到底是网了吗？喂？是王了吗？他也冒出来了，亚西兰。还没到王哦。他明明被致盲了，还可以攻击。喂，到了吗？看起来像 BOSS 的地方，我操！是这只。
闻到，先杀一下小怪好吗？哇，死掉了啊！还有火狗啊，这游戏好难玩啊！闻到，让我想一想，把它拖过来，刚才小怪太多了。书籍丢不进去，哦，剩下三个门。三个门究竟打不打得赢呢？这魂道有点恐怖哎、欸，地上还放一个亮亮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这我要先清一下小怪，我狗超痛的。跑好慢哦，可以跑快一点吗？啊，我把我的跑水拿掉了。哦，没有活狗了吧？没有杜鹃印记，我这只好像变得很废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有小怪吗？哦，这个好大只啊！我没有空回答你啊，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到处都有怪啊。哦，这边应该安全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西埃旁边是不是多点一点加十之力的点数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加十之力，西埃在这边啊，多点一点加十之力的点数，可是十智慧只有加2%能量护盾啊，你也可以多点啊，他在五智慧就加1%嘛，十智慧加2%啊。看你觉得值不值得啊？我是觉得可能会有点不太值得啊。像我这边就有6%了，我都没点，去点个2%的干什么？除非路过真的必要路过就点一下。像我这点应该没有必要，可以拿掉。哈哈哈哈！突然发现，这点我可以拿掉。我点这个应该比加智慧好一点啊，6%还等于30智慧吧？喂，有怪，为什么打我？真好，多怪。跟火狗喷人怎么突然变那么痛？哇！快逃！啊，先不要打他们好了，反正离网够远了，应该不会走到那里。快逃啊！开个门好了，觉得还会死。
魂道。咦，在哪里？咦，狼嘞？哦，这声小。哇，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快死了！问号，你这样怎么打啊？哦，想想哦，近战没办法打吧？还是我先吃一发那个，看看到底痛不痛？吃一发看看，还有吗？蛮痛的还会回血哦，那你怎么打啊？这要怎么打呢？看毒化，哎，超难，希望可以磨死他。不行啊，不敢靠近他欸，不然把他变成绿巨人了。啊，这不是啊，因为我要生命偷取啊，我要生命偷取啊，因为这个区域无法诅咒啊。我需要生命偷取啊！我要什么东西啊？好恶心啊！啊，我刚好动速不够啊！啊，我一把弓刚好洗好拿来用。哇，中一下我的护盾喷三千。这刚好啊！算了，我觉得这次生命偷取没什么用，把它拔回去。有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躲啊？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哦，拔回去。黑刃风暴，施法回响，精准破坏。啊，这样就变回来了。大范围，黑刃满了。好，应该没有算错。7500，哦，对，我把那个光环诅咒光环关了，开震刃，所以现在伤害7500。哇，不行啊！什么东西啊？雷射光哦！会飞了不起，还补血，因为有奉献地面。这次我都打不掉了吧？欸，那边要爬啦！我去偷看一下攻略，太扯了，还会回血。这不公平啊！等等，我查一下，该不会打一个小时都打不死吧？偷查一下。欸，新版地图攻略 T13 贵族花园，巨大雕像。蛤，什么东西？整体而言算是不难打的 BOSS。好哦，啊，天哪，还要扛雷射，所以我扛着雷射打。这我又吸不回来，还要扛着打。换。偷取，
大班风。我等一下我会调不回来，司法回响，诅咒光环不能用，好麻烦啊！啊，纪律，振奋，我回这么慢，哦，现在5700，因为我少一颗精准破坏啊，增大范围不要了，贴上去看吸不吸得回来，哎，好毛。哦，增大范围居然可以用在光环上面。好的，丢哪里？几率？可真的，还有60%较少的魔力和能量护盾回复。再冲一波，可是我觉得挡不住哎、欸。快死啊！不行，扛不住啊！我、哦，我、哦、才少一点点，又补满了，对吧？又补满了，有没有搞错？气！啊、哦！伤脑筋，这样怎么打？看看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，超惨的啊！法术图腾，绝招法术图腾，还有什么飞刃金主破坏，施法回响，咦，增大范围啊！我还正大范围塞下去了，这里，我就想收起来。想想还有什么可以用？它会回血啊，这是太卑鄙了，卑鄙无耻，居然会回血。2300，哎呀呀！想想我要什么东西可以用，反正3500、3700，多很多。哇，这没什么可以用的。好，先这样，还有两个门。这人风暴图腾。这人风暴图腾在线。那王在哪里？死了！啊，他不会被我的图腾缠住哦，这样不太妙。哇、哦，他不理我的图腾，一直跑来追我。啊，这样没办法打，也没办法把它卡住啊！啊，应该带一个电弧。哦，行不行？没扣血啊！这雷射真的有人扛得住吗？反正就是因为我抽到真伤的词缀，压92%额外平衡伤害，妖兽，五，那飞刃图腾失败，我有什么攻击法术在身上？闪电传送图腾，有孔雀、欸，我以为什么怪。这样不行呢！啊，闪电传送应该没有用吧？看看哦，哦，说不定还比飞刃风暴图腾管用。蓝蓝红，哇，蓝蓝红没有。啊、哦，试试看。
出什么第三，什么都试试看，反正已经没救了。喂，喂，闪电传送图很，已经开始恶搞了。哦哦哦哦哦，哇，太慢 ，GG。哇，不要打我，我可能放不出来。速度太慢，难不成我要回去买个电弧？啊，这游戏好难玩啊！欸，我要什么法术吗？没了欸。金主破坏，放弃了，这样。三千九，开始乱玩，真的没有机会打赢吗？无法回想，速如等，无话辅助，这样嘞，又好，这样试试看。加好友啊，我没空了，等我打完再说了。加我好友没什么用吧？我角色在下面可以直接看到。哇，死了！哎，没死。居然，那雷射到底什么属性啊？啊，打不赢啊！他会回血、欸，这有人道路救援吗？我们看看，我们看看，看有没有人道路救援。我还有一个门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哦，好险，打到麦克风。哎，第十三，贵族花园，花园，哎，圣一门，圣一门，有人道路救援吗？救援吗？援。有无法诅咒，超可怜，道路救援。哦，有，哎，太子回血，我打不赢了。哎，不了啊！太子回血，我打不了啊！居然有人救援，看，哦。果然我找救援是对的吗？搞火圈，哦，正火，哦，我想过去看他打，所以我觉得会死掉，直接乱赢。好吧，诶，他过了，哦，他过了，哦 ，Thank you， 萌，好，找人救援成功，超烂的，有没有？